ぞ。はい、何ですか？我们这礼拜要去日本宫古岛，然后我们要带着我们的 Mia 君回去做宣传。哦，来来，请坐，请坐。谢谢。Mia 君，真是太好了。Mia 君，你要担任我们的观光大使，代表长荣大学回到宫古岛喽。看看现在秘书长开始了这条路，是是否可以麻烦秘书长帮我们勉励几句呢？是，我也很感激，谢谢 Mia 君。从宫古岛来到长荣大学，担任我们宫古岛留学长荣大学的第一号留学生，我们也很希望借由Mia君的加入，能够促进我们跟宫古岛的交流。那长荣大学在宫古岛已经有一个日本教育中心，我们现在正积极在筹设宫古岛分校，希望我们近期之内可以完成，可以邀请有更多的宫古岛的学生还有居民可以到长荣大学来跟我们做国际交流。Mia君，頑張ってね。頑張ります。僕も頑張ります。不好意思，客串一下哦。然后就是，谢谢就是秘书长。然后我们这次二月十四号到十七号呢，就是要到宫古岛去了，然后带着Mia君，然后一起帮我们就是 PR 长荣大学。那最后啊，还是要邀请秘书长，然后我们同我们大家一起就是拍个照，然后就是喊了一个就是加油的口令，好吗？好。では、じゃあ頑張りましょう。哦。